带你们简单的来看一下朵拉赫拉这次住的民宿。看左呀，看右，他们俩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花园这里了。啊、哦，这个草地好大呀！他们应该会玩得很开心，这么大。朵拉，拉克。请得起他们吗？哎呦哇！朵拉 ，Max to here。Hey，Vic。我觉得、哦、他困了，你看他眼睛。他们今天在车上其实也挺累的。他说：“嗯。”赫拉是个话痨来的。朵拉已经睡着了，赫拉的眼皮又要掉下来了。赫拉不是妈宝狗，他是爸宝狗。他黏着你坐。你让他翻，让他翻。他不想了，就想坐在这里。他故意的。朵拉在这儿。在那吃东西，赫拉在那陪着我们，然后我们说朵拉怎么不见了，结果发现他在这里睡觉。朵拉，朵拉，还活着吗？摸摸睡觉，还活着吗？还是热的。朵拉，你摸摸他，他就起来了；你摸摸他，他就活过来了。我，你看你是不是？我就说。好啦，朵拉赫拉今天晚上就睡这里啦，他们俩的动作是不是很像呀？那就晚安，明天见。